用我们这个水啊，给这个飞机画一个圈，做一个返航的记号点。来，咱们现在解锁电机，上升高度。我们给它飞高飞远，关闭遥控器，看看能不能回到我们这个圈圈里面。前方摄像头可以上下90度的一个电动调节。这款是我们大疆的经典款 ILS。来，咱们旋转一圈，它可以飞500米的高度，12公里的距离。咱们现在直接给它飞远飞高，来上升高度，直接给它飞远飞高，走你。时速120码，看这个空中的像素啊，非常的清晰。摄像头在空中也是支持上下90度的一个电动调节，并且可以360度无死角的一个旋转，想拍前方底部都可以啊。来，咱们摄像头再调一下。而且这款拥有8.5倍的变焦，我们看这个变焦效果啊，看没有，这个画面相当的清晰。咱们现在给它变回来，我们现在测试一下，关闭遥控器，看它能不能回到我们这个圈圈里面啊。来，直接关闭遥控器。好，关闭手机。来，咱们现在把这个遥控器放在地上，看我们这个大疆的经典款 IS 能不能回到我们刚才用这个水做好的这个圈圈里面。这款飞机拥有 GPS 功能，可以低电量返航、失控返航、一键返航，并且还有智能跟随、延时摄影、大师镜头、全景照片的功能，新手也能轻松掌握我们这款飞机。拥有四向的避站，前方、底部、后方、下方都是有避站的，安全系数相当的高。它的 GPS 功能非常的强大啊，什么地方起飞它能回到什么地方，所以说新手在户外飞行的时候 GPS 模式下你随便飞啊，它都能回收的。可以看到我们的飞机已经成功的飞回来了，看到距离我们画好的圈圈大概有多少米，来我们看一下，遥控器是全程没有开机的，看到没有，它是在这个地方起飞就回到这个地方的。喜欢这款大疆的为我们国货点赞。